论那里有两三人奉主的名相聚，主必同在赐下圣灵，这是主的应许。求主耶稣来，带着能力与爱，我们在你面前静候，求主现在就来。今日我们再次相聚，愿主名得荣耀，使我心灵热忱敬拜，教我如何祷告。求主耶稣来，来与我们同住，圣灵吹入我们心中，使每颗心蒙福。